开机比较慢。不会。三。有了。我的也有。有啊。他们在那里。这里。还没有，要等啊！你等，你看到你爸赶快挥手，就要走这个方向，这样就不用走那么远了。那我先穿板鞋好。哦，可以啊，这样站着还可以。Barry， 你们下缆车往前直冲，一直往上爬山坡。他要爬到累死，因为很高。坐错缆车啊！累死，累死啊！好，我们先来这里等。这个比较难哦，这是滑过最难的了。左边的，左边啊，就很难了。对你们来讲还很难哦。
路偏跨道。我现在就几乎是拖板子站了、啊，我现在直着站。买让你坐。来，要不给我坐三千，你们单次的票，也来回票。你拜拜。观光客用的。哎、欸，这可以坐下来。也可以吧。坐下来的出口在哪里？好像没看到呢。你姐坐下啊！因为我是买的那个，我头啊，这个风度的。可以，哥。我也想要坐机上，但是累，站着很累。坐机上好。也蛮多的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坐到我的杆子了，我要弯了。弯了。啊？弯了。一点点啊。刚刚是弯的。一点点啊。真的、啊？还有弯的是这家的。你好。这个弯的吗？两块。三码耶鲁。你脚有在痛吗？没有，右脚还是左脚？左脚。便宜啊！便宜又便宜又好看啊！哎，姐嘞？都来了。跟他说个好消息，可以坐下来。晚点讲嘛。我来讲。好，再说到。会让妈妈安心啊！半截刚跟我们上车了。那大家都上来吃，他不用去吃啊？他就吃下去就好。没有这种事。走右边，走右边。这个也可以坐下，全程都可以吗？对啊，两段都可以，真的、哦，真的、啊。可是坐下来看起来也很恐怖。坐下来还有什么好办？你帮我棒棒不就好了吗？棒棒放下来就好了。我有巨高啊。啊？那我们要滑下来吗？滑下来啊！你不要的话也可以坐下来。
go go go！ 哎呦！幸好上午有拍，接下来就都是云了啊。他们的风景没那么好。为什么？我们上午太阳很大，风景比较好啊。现在云都来了，你们的照片就没那么好了。我们上午大蓝天呢。小馒头啊，小馒头。他逃出馒头了。小馒头啊，小馒头，好多哦，超多小馒头的。对啊，我还不行。小馒头是这种，这才叫小馒头。小馒头，哎，会不会这种比较简单了？大馒头。那个是这个不是大的，这个更大，这个好深，这是深馒头。哦。觉得还不行。挑选。逃出去，他，我觉得也许下得了一两个，接下来脚就没力。老师教啊？我觉得我要老师教，不要自己练，我怕我练坏。我觉得我也没办法练啊。我要老师教，下次来请老师。小馒头，这样给 Sherry 教。嗯。我们差太多。我们要大转中转都很熟练，速度很快，以后才可以去来练这个。小羊姐姐就被蚂蚁克服。广告歌，那个广告歌要唱几十年的，还在唱。阿俊豪。不要唱，唱黑水饺。蚁克服，不要打广告。有被录音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我看看哈，好看那个。会不会下来很恐怖啊？你滑滑看就知道了。这里都是高手，很难讲啊。一样是下一样的波，有人是漂亮的下来，有人是丑的下来。像我就还丑的下来。他要抬一只脚。这段比较陡一点。啊？这段比较陡，又有点乱。他们绝对不能穿。他们说他不喜欢。啊？他说他不喜欢。他以后都要 snowboard。搞不清楚。我的杖是你送我的吗？是啊。我的杖是你看，我的杖跟我的牌是同牌子。要不要把桃红色？完了。啊？怎么完了？完了。有点弯。这条狗四十度。没有，这个才。这个有几度啊？这个。30度差不多吧，还好了，还好。45度是最陡。没有，最陡，再陡都有人滑。这应该30不到吧。哎呀，嗯？怎样？
爬要爬。你有别的广告歌吗？被洗脑脑袋就是。滑馒头，滑馒头。那个烟呢、啊？云雾啊？还是风吹的雪啊？又有太阳啦、啊。嗯。继续冲啊！你先滑到，你先滑到那个缆车站进去。左边那边那一个屋子里，屋子里。这都可以坐下来，快快快，来了来了！等一下坐在缆车上可以一直拍照哦，下缆车的风景就没那么好了。都不知道，那也忒怪了。爸爸用跑的。对啊。好高，好高，好高。嗯，回头欣赏风景。对啊，看风景有多少，很漂亮。等一下超过五号柱子以后，左边就都是山了。啊，刚刚让他坐左边的。啊。漂亮。我现在提醒他们。让小班坐左边。都可以啊。等一下坐上缆车，最坐最左边的那个是拍照位，他可以一直拍照片。大约柱子到第五、第六根以后，就会很大的山景。第七根哦。啊，让他们继续拍一拍，有太阳啊 ，OK 了。你看，那个都是。其实你还记得什么以前的广告？喝几杯，热热的一杯。我就什么都想起。你看，而且还有人在爬山哦。三毛又四十，又四十。一小四十，四十一在地也有四十。我只记得。干嘛录这种影片啊？还有什么广告歌？你突然想一首广告歌？不要。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噔噔，我知道一首很长的咖啡的。什么东西？那这样黑松有很多、啊。你知道我在唱哪一首歌吧？不知道。那个啊，那里有人滑哎、欸，那里有痕迹哎。有啊，他们、那個、你有看到很多人在爬山吗？那种超级高手，他们走上爬上去滑下。他们用走路的，因为已经没有缆车了，他们用走路的爬下滑下来。滑得好高兴这样。滑，然后咧，那种上来。上来，坐缆车上来。他们滑下去，滑到他们自己才知道的地方，然后接着再，最后就会回到缆车站，再一路坐上来。他们好疯狂。对呀，他们高兴滑哪里就滑哪里。爬呀爬。偶尔我都会看到他们身上的东西闪了一下，太阳反光。这样他们也要带冰粉吧？都要带，哎，又闪了一下。会看到。那个人，那个人，那个那是那个人的鞋子，是不是？又闪了一下。开始吗？有，又闪了，又闪了，有没有？那是那个人的鞋子吧？摇起来喽！好，吃饭，吃饭。来。
他的鞋子可能很会反光。这家是没钱的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滑了要去哪里坐车了。不知道啊，待会有向导才知道的路线。赶快来占位置吃饭，不然他后面又是那种榻榻米坐，其实也 OK 啊。记不记得？我只记得门口有烤炉。烤炉的左边都是榻榻米位啊。我们在那里穿外套。好啦，脱板子，把板子放在那里，就可以上去吃饭。这里可以放那里。滑下来啊，等一下滑啊，上面很简单，下半部才难一点，把板子丢在旁边就好。人应该不多哈，应该不多吧，这边你看板子的数量。对，我就是在看板子的数量，大概有点满哦。那样子我们要不要选榻榻米位啊？坐起来比较舒适，比较不舒适还是比较舒适，不知道，但是可以脱鞋子，可以乱乱丢东西。对，可以乱丢，又可以脱鞋子。你乱丢东西为那个，好不深哦。对啊，所以我根本就放下去啊。对啊，硬硬的嘛。放倒就好了。还没上来呢。还没上来。1850。桥外面 OK 吧？还没上来。我刚很慢。人救我！我要去捡鞋子。还没上来，皮拉夫卖光了，牛洞950，饭300，达鲁寿吧750，卡内寿吧，卡内五洞850，天ぷら寿吧 ，potato 400。安姐，你的雪板直接放在那里就好了。然后 Barry 跟班班的雪板放这。因为 安姐 等一下是要坐缆车下去的嘛。放在雪堆上面就好，不用叉的，横放就好了。小心啊！
哎、欸，不然你插在那边好了。好。慢慢去哪里？要进去吗？要，他就跟我说六本在那边。哦，好好好，很好。脱鞋子，哎、欸，然后又可以穿拖鞋。那我先拿个拖鞋来脱，我去坐着脱。哎咻。可以啊，穿啊！你要走过来就穿，然后榻榻米上就不用穿。我们做榻榻米位可以脱鞋子，穿拖鞋。穿拖鞋出来穿的。你没有走出来就不用穿了。哎咻！来这里脱啊，拿着拖鞋来这里脱就好了。那里外面也可以坐着拖，先拿准备好拖鞋就可以了。好溜，揪得关了、哦。我等一下关了，我等一下走到座位那边再关吧。好，我放在哪里？我放在哪里？我放在这里，我放在你旁边。喂，耳朵折了是不是？好。